导演跟制作人，够够，看看他有没有察觉到什么，又没有办法进行推理，他完全都没有想法。他不是在唱双簧是不是？调查，不用调查，离开这里，先去制片厂，又要被大婶骂了。大婶不在哦，大婶被警察拘留，大婶的羊羹。我们的真宵很想吃东西。离开这里，先去一摄影棚前面好了。警官也不在。哦，好，我们去第二摄影棚吧。第二摄影棚，还有10月18日时刻，第二摄影棚前。这也就是第二摄影棚吧，应该是啊，好像这是废弃的摄影棚吧。这是器材吗？这看起来超像那个，那叫什么油啊、木头啊，好像拿来烧的一样。这个会不会等一下就起火了？花，野兰干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这根是弯的？这根是弯的，桌子吗？两人用餐过后残留的痕迹，盘子上什么都没有。之前也是吃带骨牛排，明明是吃带骨牛排，为什么会没有骨头？太不合理了吧？为什么要 all in？ 干嘛？咦？进不去？这边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看了。离开这里，去第一摄影棚前，然后去第一摄影棚内看看好了。有什么东西吗？导演到底在哪？导演到底去哪了？这个有拍到东西吗？离开这里，我们去。去工作人员作业区看看好了。跟这个 girl 讲个话。大婶被带走了，他塞好排水管洞。怎么塞得这么难看？被我修到坏的更严重。他还要去站岗，他好可怜啊。这真的是那个血汗工厂。就再把它打坏，要打坏吗？还是放着不管？哪一个？
打坏，打坏，好，打坏。阿达，哎，不仅真的被打坏了，完全没有反省，这是什么电动马达的电动自行车吗？这是背景吧。牛排，好像是大阪城的，看起来有点像。然后，左右可以切换场景。这边好像都一样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巨型仓库。离开这里，去休息室看看，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有效期限到今天，他真的很想吃。衣服，他到底是怎么样把他的？如果被害人不是被害人，如果原告不是被告啊，如果被告不是凶手的话，那衣服到底是怎么样被偷走的？到大门去。呀，嗨！大家跟他讲话，关于摄影棚，很多警察徘徊。哦。额头粉丝。导演等，导演跟制作人哦，我们再去一下那个第二摄影棚。因为有一边我们其实没有看哦，第二摄影棚没有人在打，有人吗？没有人回应，太可疑了。右上锁了。哦，好。我们要去偷，不是偷钥匙，我们要去借钥匙。有律师徽章，没有驾照。如果衣服不见的话，是不是在这边被烧掉的？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回大门，交谈，我们要钥匙。好像不用跟他讲，自己偷拿。那不能借用钥匙啊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去那个好了，离开这里，我们去拘留所看看，要把他骗走。运气好啊。
嗯？跟他讲讲话，儿童粉丝。关于导演。就死得很惨。好，我们可以出示什么给他看吗？这个吗？问一下他好了。关于凶器，很重的枪。照片给他看一下好了。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怎样才能骗走他呢？变场大吗？第一摄影棚，第一摄影棚内，要怎样才能骗走他？回到第一摄影棚前，对啊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借到啊？给他东西看看哈。那怎么办？回事务所看看吗？他应该是没什么用。制片厂大门。这边没有东西啊，休息室呢？这个室里竟然有人，这是谁？雨在我拓野，竟然是导演，找到导演了，真宵大吃一惊。你，哼哼。哎呦，这好变态！能量爆发，
公主超人，小江户剑士公主超人，雕塔。带骨牛排，他们也吃了带骨牛排。中午到下午四点都一直在开会。制作人、电视台的重要人物，非常正啊！制作人，鸡神音。大人物，重要人物，制作部部长跟赞助厂商，还有经纪公司，哦，就是赞助商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恶心，给他看照片吗？裹着脚哦，太变态了！我想想看，大神回来了啊！预备开始。熬夜的人。现在偷钥匙可以，又不能调调查，就第二嘛。好，他不是，没有，他在自言自语，他没有在跟我们说话。第二摄影棚有更新吗？没有呢。对。要去哪里啊？第一摄影棚，去找那个吗？在这里，这里也没有啊。还是去拘留所？拘留所也没有更新的。出现小朋友了啊！哦，我们刚刚把那个踢坏是正确的。莫名其妙怪衣服。大龙九太，高塔。茶店老板说要一起点薯条。哦，咦，欸，他跑掉了是不是？什么瓶子？安眠药。哦，
全部都看在眼里，什么意思？咦？哦，大神不在了。哦，他去追那个小朋友了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按错了，这边，我赶快去偷钥匙，不是借用钥匙。哈、啊、哈，接到了，再看一眼。离开这里，去第二摄影棚。开门。对啊，阿美亚应该是被夹在那个超人的食物里面。哎，开了。小木屋内，哦，这是我们那个女制作人吗？机神，交谈，案发当天的情况，剧本，在找剧本。将军串人的第13集，他不想回答。让 我们自己去看电视。再把这个交给他。完全无法沟通。将第13集剧本拿来，来看看这个背景有什么。哦，花很多钱，什么意思？垃圾桶，好吧，我们去哪里？去会客，不是去那个工作室，然后进到休息室，给你吧。找不到剧本放哪里，又要被骂了。我们要帮他找剧本。导演的剧本会摆在哪里？不一定在这边吗？小木屋吗？有没有什么是一眼看得到是剧本的东西？好像没有看到。离开这里，第一摄影棚也是蛮有可能的。第一摄影棚，第一摄影棚内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调查这个吗？这个。哦，找到了，哎呦，那我们就去第二摄影棚。
小木屋，给他剧本。总算可以讲话了吧？厉害厉害！案发当天是。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前往第一摄影棚，为什么？树躲住了，树吗？法纪侯殿下，不是长鼻猴吗？3点以后才开始搬头。下午4点以前都一直被关在这栋木小木屋，没有办法去第一摄影棚。什么？又会爆死，这个游戏的所有东西都会爆死就对了。2点15分，哦，它是2点15分断掉了。2点15分到4点之间是堵住的。它走掉了。他叫我们先回事务所，好好的思考。导演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又找不到其他线索，又叫所长来了吗？哎呦，又来了，早点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哦，陷入困境，相当严重的困境。小朋友，对啊，那小朋友应该有什么东西吧？你那他灵力充沛的时候，欧派就会变大。是否察觉到什么？够够，预制变场。他可能还没有抓到小朋友，人质。掉了什么？利益交换吗？有什么东西吗？好，我们去案发现场找找看好了。第一摄影棚吧。
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吧？对啊，看这里能不能捡到什么东西。哦，因为真宵不在，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吐槽了。工作人员作业区呢？哎，小朋友，哦，漂亮的。演员休息室吗？进到演员休息室里去，把它。出现了。韭菜。木屋钥匙还给他吗？不，我们来看将军超人。嗯，真的。要拿东西吊他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给他照片可以吗？给他刀可以吗？那要去哪里？要跟大婶换。哦哦，对齁，要给他什么？给他钥匙吗？不是，钥匙没有用。这样看，我们要怎么要拿什么跟他换啊？去第二摄影棚看看，对啊，这边有什么？这边也没有东西啊，这个。小木屋里面有吗？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吗？音乐剧。炸弹武士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这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看起来没有东西了。法庭记录吗？来给你看。第一个是解剖记忆记录、环境卡、照片、平面图、长枪、安眠药、钥匙跟那个猴子的头，这样子。可以去哪里啊？当场景变多的时候，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
留所有话吗？哦，拘留所可以讲话。好、哦，不能找他问话，好吧，只能在制片厂里想办法。给他喝饮料呢，买个将军汤给他。不行，不能买个饮料给他喝。还是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送的？都可以送吗？法纪战士。这边真的没有东西吗？那真的没有东西耶。回事务所。应该是刚回放了一下，怎么了吗？涛涛怎么了？阿黛，他要怎么祭拜阿黛啊？他要上香，要怎么上香？哦。这个吗？给他吗？哦，借他门禁卡吗？借他。哦。哦，小朋友的卡片哦，哦，原来他不能去上香哦。谁知道他不能去上香啊？然后给他卡片。卡收集卡哦，邓希尔的卡片。还有稀有卡。这个小孩这样不行啊！去大门嘛，看一下，拘留所也没有。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这边有东西吗？
发力。我们要去找稀有卡，稀有卡会在哪？稀有卡，稀有卡在哪里啊？哎，我一直走错地方。这里会有稀有卡吗？小木屋内。哎，有哦哦，工作人员你好，整理资料啊，怎么？氛围变得好多，是欧派变了很多。儿童粉丝，但他要有没有稀有卡吗？那件事，什么事？那件事。问他有没有稀有卡？啊！哎！交换卡片。哦！转。豁出去的时候，答应交换，我们来换。怎么这么幸运？随便走就可以去换到卡片。好，我们去把稀有卡拿给小朋友。哦，怎么他们刚好缺一张？哦，可以讲话了。为人处事之道。啊，什么东西？第一个还第二个？应该不是第三个吧？没有人是大猩猩的粉丝吧？一吗？好，那我就选一喽。我们不要理冰冰。一二，好，怎么办？三个选项都有，我们还需要一个其他的选项。为人处事之道，好，那我们就先重视起人情了。还有别的优点哦。好，这次选战斗的英姿。相机还有，光荣组机哎，哦，这么厉害，
天行姐就算不工作也有办法生存，太好笑了吧。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两点到了这里，走了马路外的树林，不小心迷路，花了30分钟左右，所以大概是2:30到了摄影棚。看到将军超人打倒坏蛋，用将军长枪像平常一样一击杀。对，他看到了杀人的瞬间吧。被听到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完蛋了。所长想不到办法了，就先跑了。相信他的清白吗？第一点还是第二点？让大家选。二是很难说，冰冰说很难说，其他人呢？大家选什么？相信大猩猩，冰冰说二，好，我们有两个，我们有一大于二，好，相信，你看，相信成为反指标哦，未完待续，好。